继续，咱来关心韩国第一季啊，刚雨是都无休，真侪所在拢伫咧做大水。目前上坡已经造成35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其中上较严重的是伫咧青州市，有一个地下道是规个淹去，包括一台公车，还有15台车等等，是拢淹伫下底。消防人员去现场，赶紧把水抽出来，入去救人。不过，还是有8人已经不幸过往。红色公车被大水淹去，这群车顶出现在水面面顶，救援人员在车顶到达刷顶档，有部分队员搁泡在水里底，确认车内状况。韩国为13开始，国内各地受到暴雨影响，开始做大水，发生土石流、暴风崩起淹水的状况，超过7500人紧急撤离家园。中青北道的青州市有松义公平地下泵坑，从20号开始就有水一直流入去泵坑。一台公车因为暴雨造成原本行车的路线被封锁，临时改变路线。在经过这个地下泵坑的时阵，附近的米湖江爆发崩起，大水汹汹流入去泵坑，包括公车顶25台车拢被淹起，造成真侪人死伤失踪。지금저희가30여 명을2인1조다가조를편성을해서지금순차적으로다가지금교대형태로다가이렇게수색을하고있습니다한분을더수습을해서그미는6분을수습을했습니다救援人员用真侪台大型抽水机，甲地下泵坑的水抽离了后，暂时公车甲小客车这车辆已经为泵坑拖走。二人在国外做外交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要求调动所有会当用的资源去救援，唔忙减少人员的伤亡。同款暴雨做大水的，佮有印度新德里的亚穆纳河水位达到208公尺。创下45栋来的历史新高，体力民众只当在马路边搭临时布棚避难，嫌过简单的布棚嘛一直漏水。हमें आइडिया नहीं था कि इतना पानी आएगा हमारे एकदम से पानी चढ़ा उस टाइम पे हमने सामान भी नहीं निकाला。印度气象局表示，为7月开始累计到10号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309毫米，是12栋来降雨纪录的第3高。恭喜新闻台视同编译。